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这次给大家看一下我收藏的，加拿大元整套钞票，正好我新版旧版都有全套，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首先是旧版的5加元，然后10加元，再看背面，这是5加元，然后10加元。然后这是20加元正面，然后这是50加元，然后这是100加元，然后再看背面，这是20加元，这是50加元，这是100加元。好，再看新版塑料车，这是5加元，然后这是10加元。然后这是20加元，再看背面，这是5加元、10加元、20加元，好，然后是50加元正面，好，100加元，我再看背面。100加元，好，这些加拿大元钞票也特别漂亮，也是我最喜欢钞票之一。好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期待你们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